首先我们会邀请到三位老师，周延仪老师、林坤宏老师以及钟成老师。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这三位非常优秀的老师能够在我们台前来，然后分享一段非常好听的音乐给大家。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他们要带来的乐曲是杜普勒36号作品长笛二重奏。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感谢长笛演奏的周延怡老师、林坤宏老师，还有钢琴演奏的周成老师。